标出的那日子在古代与在日六宫文化并称为我国的三大文化之一。我叫陶武秀。我叫杨安平。南山风一伴随我走过了36个年头。南山风一伴随我走过了29个年头。苗族南山有八道工序：熬拉、磨布、画拉、染色、推拉、漂洗、晾干、缝制。看似简单枯燥的工序，其实是个细致活儿，每一道都考验着南山匠人们的技艺的功底和匠心。我们描绘了泸州当地的红色文化、历史人物、旅游景点，比如我们徐闻的云林八景。苗族南山最大的特色是南山加瓷器。不要看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很精美细腻，但是在我小时候学做南山时，经常因为不会使用南刀，南刀烫手，也会因为画不出南、描不出图被母亲责罚。学习南山让我有了一门傍身的技，受益至今。在众多的传统工艺中，许多印染已经可以用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，唯独南染只能用传统的手工方法来印制，这就是南染的魅力。最好的传承不仅是代代相传，而是不区分民族、性别和年龄，让更多的人欣赏、喜爱、学习，让我们的南染技艺和民族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。